不順啫，唔係你走錯咗啫，點講後講呢個？如果色標唔準嘅情況下，首先量好兩點嘅色標嘅距離，對兩點色標嘅距離。依家量到色標距離係85毫米，所以喺袋長都要係85毫米，同色標兩點嘅距離相符一致。首先第一點。好，我哋開機啦。第二點，我哋開機睇下佢準唔準確先。好。首先第一点观察的时候呢，在机器运作的时候，首先看下色标有没有信号，有没有信号。我们可以将这个移过来，一闪一暗，没有了，信号。如果正常的情况下呢，那个显示屏在运作的时候呢，是不会出现话电眼不正常。如果不正常的话，会出现这个电眼不正常，跟住睇睇仲合格准嘅，啱嘅。系啦，跟住睇包装出嚟嘅袋，系85。首先我哋睇下呢个袋长，定长系85。定长系85，我哋睇翻啱嘅，系啱嘅，尺寸系啱噶啦。好，我哋睇下睇翻呢个色标嘅距离。咁啊，跟住跟踪先，跟踪。我哋而家调翻呢个跟踪切。好，睇下先啊，跟踪切。系，调翻呢个跟踪切啦，跟踪切，系啦。OK， 咁啦去，嗱我哋开机啦。好，我哋重新第一步开始做起，电眼有信号，呢度冇显示不正常，咁咪证明电眼喺度正常咁工作。咁我哋睇包装出嚟。